笑有这么可笑吗？乔少廷也不是什么好人。啊，人类高质量剧组的拍戏日常。演员们对人类高质量剧组的评价吧。我觉得剧本很好，有哲文老师，有王平老师，然后主创班底也很好，有黎叔这个大旗在这儿，所以我当时其实我是非常非常想要来的，很感谢剧组选择了我吧，应该这么说。因为我觉得特别开心的是剧组的上上下下的每一个人，我们大家都是在用心的去掰扯每一句台词，每一场戏，就大家都在很用心，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，就是我们就是一个目的，不要辜负了一个好剧本，也不要辜负一个好团队，就希望最后我们出来的东西是一个不要辜负观众的一部戏吧。我觉得那演员们最喜欢角色的哪句台词呢？你没有坐在我这个位置上，如果你坐在我的位置上，你就笑不出来了。你笑有这么可笑吗？如果你坐在我的位置上，你还能笑得出来吗？我最喜欢这句台词，别在我面前装圣母，乔少廷也不是什么好人。嗯，别以为你们说什么做什么就可以居高临下的对我说话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台词。我对于这个剧我印象最深的一句台词是，你是想做好律师还是想做好律师，前者靠努力，后者靠天性。其实每一场我觉得都挺好的。停过这好看啊，不太长了，最后那句好，没完没健身，其实他也不不会太不会，我们起码有两个不同的，对吧？不同的方法。你收了换场啊？你收了吗？什么叫换场？化妆正点妆，你收工了？对。